来了啊。喂，早晨啊，蘭姐。喂，尋日嗰個傑仔咧，嗰個角色咧，你咪俾咗我嘅。係啊，今日九點通告啊，未俾我知道喎。嚇？換咗人？喂，我得嘅喎，你我啊扮得死先。喂，蘭姐，嗱。我唔介意嘅，嗱，冇咩對白嘅咧，我都可以撈噶嚇。OK， 係啊，兩個麻辣得噶啦，兩個麻辣得噶啦。喂，蘭姐，喂，蘭姐，早晨啊！喂，咁樣啊，睇唔到我都 OK 噶，俾麻辣就得噶啦。喂，蘭姐，嚇，而家唔睇，係，而家你睇我唔到嚇，咩病啊？我演咖啡都得，我得噶。喂，蘭姐唔係咁講喎，咖啡還咖啡，你前面冇加死字得唔得啊？死咖啡，係啊，我最近做了很多咖啡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但冇加個死字咧，幾難聽嘅死咖啡係咪先？就是因為這個人物，誰來的？對，你看。大家都知道吗？对白很重要。从对白里面呢，你可以发掘一个人物，怎么创造这个人物？从对白里面，人家会记到10年、20年，就是因为周星驰。我是觉得，谁开的飞那个谁怎么着，我都中过开的飞，开的飞都系演员嚟噶吗？做咩唔得啊？你问系咪啊？系啊，鼓励掌声一下。多謝大家。OK。